哟，耶！啊！哎呦嘿！ 这个好热，哇！开饭开饭啊！哈哈，大伙大缸，今天中午小火锅呀！恁听着噪音大不大呀？现在我是煮着火锅嘞，发动机着着火发电。 现在外边飘着雪花了，下雪天就适合吃火锅。我先下了一包这个肥牛，对劲不对劲？哇，天冷犒劳犒劳自己吧。不过啊，下菜，哇，这是一斤肉卷啊！哇，够了。 我今儿准备了是5个菜啊，现在下了一个了，主要是菠菜，主要是乌鸡卷，主要你都看不见。哟！哎呀，会儿展示都犯错误。哎呀，我也别跟你展示了，找里边的豆腐皮跟面条，看看肉卷赞不赞。 哇，这个，哇，这肉卷不耐煮啊，这倒上一碗2口。 哇，还是撵不上吃。乌鸡卷是280克，瞅瞅，单人单锅得劲的很。这火锅吃来吃去，还是回到徐塘的小火锅得劲。不在车上吃火锅的感觉，你要知道有多美。 俺吃水，第2个该吃豆皮儿。哎，放完吧。哎呀，这一斤肉卷就真香啊！ 哇，对呀！哇，呀，对呀，好啦！哇！ 下雪，大家都联想到打雪仗。俺小时候也打雪仗。那时候农村呐、啊，每个坑里边都有水。一到冬天一上冻，俺都跑到坑上滑冰，可得劲。哎，我分岗。我今天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春节不回来过年的，恁在外地恁是咋过年的？跑好久。哇，堆大了！哈哈哦，哎呦嘿、哎，呦，这我一有点比肥牛奶猪啊，猪得正常时候。肥活，幸好烧的不是煤。来吧，堆碳水吧，这是5个菜当中唯一的一个碳水。哎，要啥？看看煮熟的乌鸡卷。 鸡肉啊，各种各样我都吃过，包括这乌鸡肉我也吃过，火鸡肉我没吃过。听说火鸡可大，还有多点儿。不是俺没吃过，我也没见过。就人家说了，没吃过猪肉，还不知道猪是咋走的。你还别说，我真不知道这火鸡是咋走的。 火鸡会不会也跟原来俺老家那鸡子一到晚上自己都堆到树上睡觉？这话够多。这面条一吃啊，这一顿基本上都差不多了，又凑合一顿。媳妇，哈哈，吃来吃去啊，还是面条最实惠。 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可不敢撒。我这一吃面条，我都想起了原来在广东碰到那几个朋友，1块钱的面条堆了一大碗，哇！最后一道青菜，哈哈，来吧！我一吃面条，我都老想起在广东认识那几个广东朋友，他老说我呀，小刚，你成天这面条啥吃了？我老说他，我说你这米饭啥吃嘞？这都是南北方饮食差异。所以说，无论你到哪儿，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。我跑车跑这么多地方，全国各地我都说过，光早餐都好多种。 可多人劝小刚少吃点碳水，少吃点碳水。我跟你说，你干干俺这活，饿的精，他能填饱肚子呀？哦呦，哇，没了！ 没了啊！哦，嗯，啊，嗯，再见。啊，不下了。 哦，下着嘞！饭吃完了，我得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像这种下雪天，那行车在路上一定得注意啊，尤其过桥，因为桥上没有地弯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人走在路上，一到桥上，桥上积雪是特别多，它是非常容易上冻打滑。雨雪天气，行车注意安全。好，这期到这，下期再盘，拜拜。